亲爱的，热爱的中饰演计算机鬼才，私下却连电脑都不碰，年初放个大假做回普通女孩。回忆家有儿女后的失落期，杨子即使再难也没想过要停下脚步，她觉得自己已经是大姑娘了，应该让父母享受更好的生活。如果不拍戏，她也会担心在经济方面没办法给家人提供一个好的环境，比如带父母出去旅游要先考虑钱够不够。杨子很怕这种情况出现，我觉得钱就是要拿出来孝顺他们的，应该是什么都不要说，直接给他们把机票订好。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工作的话，会担心给予不了他们更好的生活。